大家好，还记得我视频中过去出现的志愿者小魏吗？他仍然在北京，最近在搬家，从北京的最北头昌平区搬到了最西头的门头沟区。我呢，从北京最东边驱车50多公里到门头沟去找他，看看他最近的情况，了解一下他有没有找到男人呢。那我们的魏大伯现在都跑沟里来了啊，去了沟里。好了，我已经快到了。哎呦，这个沟里边哈哈还是挺繁华的，很少来。Hello， 好久不见。我看，好久不见，大家好。啊，你干嘛去了？现在搬家了是吧？对呀、你为什么搬到那个门头沟来呀、因为我离上班比较近呢。我现在在，今年不是疫情，然后一直在办公室那个做检测。办公室在沟里。石景山首钢大桥东、然后我就住首钢大桥西。那你不去牡丹园了？不去，不去了。今年一年疫情，然后牡丹园一直都没开，牡丹园也黄了。对，嗯。然后那个也今年疫情影响，一直在办公室。嗯。哎，这又有那么多爆米花呢。对呀、好吃，特别的脆，特。这是我们的圣诞礼物，圣诞。圣诞节都过了，然后还没吃完。够了够了，你也来一个。好甜呐、不算特别甜，是吧？对，哎，这一间得多少钱啊？这个屋子，这一间2000块钱，楼上楼下。啊，就是蛋壳公寓都是统一的装修啊。这是蛋壳公寓的呀？对。那你没亏钱啊？倒闭之后，那个这个房东现在直租，他说你还不赶紧租的啊？我特别喜欢这个格局。特别喜欢这格局，而且特别幸运的是，对这个蛋壳公寓这个房东直租，特别豪华。上一个租户就是严寡妇，直接给我做的嫁衣，对，直接给你做的。我来了，拎包就入住，是吧？可把你美化。对，拎包入住，捡了那么一个大便宜。对，柜衣鞋柜呀、衣柜呀、什么都不用，我那边东西什么都没要。哎，你还没上去呢，那个上庭卧室里边还有一个小卧室。哇，还弄得金光闪闪的。对呀、这是我的一帘幽梦啊。一帘幽梦啊。对呀、我就是紫菱小姐。这是我的闺房。闺房哈、然后这是我的这个套房。啊哦，挺好吧。哇，这里边还能住好几个人呢。好几个人？你想干嘛呀？金鸡大会呀、这个是属于日韩的榻榻米风格的。对，直接是铺地式的躺着，然后那个小桌子、然后这坐地喝茶，然后还有那个我们按摩的精油都放在这里面。对，那你现在就是在这儿可以一边工作一边住着。对呀、这就是我们的彩虹按摩院，2000块钱还挺值的，超值。好多人，好朋友来了都说特别特别的值，好多附近的全都来我家喝酒。啊，昨天晚上楼下的也来喝酒，然后边上二楼的看挺热闹也过来喝酒。哎呦，喝了有2箱啤酒。其实然后你们来之前我刚收拾完战场，来一个按摩演示啊。对。泰式、港式、台式、欧式、美式的按摩都有。嗯，刮痧你会吗？拔火罐必须啊。这里是一的天堂，零的海洋，同志的港湾，gay 的家园。舒服吗，萌萌？太舒服了，我太感冒了。舒服就要叫出来啊！因为有爱，我们同在风里里。北京等你。我们这个背推的话就是10个手法、特别专业。10个手法。 对，不同的姿势，不同的手势，让你感受不同的感觉，不同，而且是不同的作用，知道吗？你这都从泰国学的呀？对呀、我曾经为了学这个泰式按摩，曾经在泰国待了半年。我的天，精油哈，薰衣草的精油，薰衣草、真香。薰衣草是可以促进睡眠的。怎么样？太舒服了。
这个是颈肩调理，调理颈肩的。一般在办公室的人，颈肩都颈椎都不是，颈椎不是很好。对。下面由萌萌来介绍我的联邦高登私人定制衣柜。这个是路易威登的，我那天穿着石景山，穿着衣服去石景山吉普，连那张海龙都说：“哎呦，你这么现在越来越有明星范儿了，说我是吧？”啊，他说：“你好，你现在走的是明星路线吗？”说对呀、啊。然后他说：“那个，哎呀，你现在可以出道了。”我说：“真的吗？真的可以吗？我可以吗？我可以吗？不要去。”这个就是路易威登，路易威登是哪儿的品牌？意大利，意大利，看那个白色的羽绒服，这个是今年2020年最新款，这个是彭于晏的明星代言，明星款，对我特别喜欢，比较喜欢的明星之一。不金脏啊，这个，我这么干净的人，至于吗？还用金脏吗？我是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。下一件是。也是阿迪的，阿迪是我中意的品牌，这个也是明星款，邓伦代言的明星推荐款，这个里料是聚酯纤维，外料也是聚酯纤维，这个我特别喜欢，它是这种春秋特别适合，就是初冬不是特别冷的时候，不是特别冷，对，它是聚酯纤维的，啊这边，这是德国的牌子，狼爪，这也是我之前卖的品牌，杰克沃斯基。这是我参加那个是戛纳电影节穿的走红毯。哇、wow, ，That's fashion， 好看吗 ？Fashion so fashion， fashion so fashion。丽丽，你最近还单身呢？对呀、啊，单身贵族多好啊！找一个呗，单着多无聊啊！哪那么好找啊？你有那么多合适的，还用出国找啊？哎呦，真是的，妹妹这么优秀，找个好老爷们儿那算什么呀？反正是现在是越来越高了，走国际路线的，好棒！疫情影响，我也没法出国，所以就找不到。对，国内真是的，好吧？国内的已经满足不了我了，现在我得让国际化舞台 international 了，跨出国门，走入国际，打入全球，好了，进入 WTO。WTO。这好，明儿什么把 WPO 也打上我得了，我也去看看去得了。你一直不都打上吗？我也一直打着呢，是吧？真好，明儿我还打去。你干嘛？这给我瞎说实话。哦，顺便说一下，萌萌也就是法海，他在2021年也找到了一份工作，就是。在他最喜欢的快餐店做后厨的工作、啊、一边炸一边吃，一边炸一边吃，啥一盘没一盘。因为老板说东西都跑哪儿去了？跑这儿来了。最后月底一盘点，缺个十鲜薯条，东西都找不着，都消化了。